新鲜，这块算是，要如果是狗肥哈，那确实伴随的还能钓着，还是全是鲢鱼，下去就来呀、啊。这个水就是不到5米深，我拉上来1米多点儿。哦，钓到4米多，正好1米多。嗯。全是这个了，鲢鱼是吧？拿的沉线，我得换副线。那是咱们钓底的，我是用的这个4号主线，3.5号的子线，感觉着这个线座，这钓鲢鱼来说，因为我们开始是从底下钓上一条鲢鱼来，那是够的下巴，这说明呢，这个鱼啊，这个吃食特别不方便，再说它也不太会吃，拉起来以后。用这种线座啊，有动作也是逮不抓不住的，最后啊换了这个3号的这个主线，用了2号的子线。他不会吃籽儿。哎，来了！这回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回不知道是什么、啊。等一下，别着急。老爷子遛鱼，他不使劲拽，他稳当的，他不着急。我估计反是他，还是这玩意儿啊，发力了。好，新鲜，这口算是，要如果是狗肥哈，那确实伴随的还能钓着。鲢鱼，那这口可能是正口啊，我看你动作是。这口下去好几目啊。下去是爬那个街呢。不是啊。下台的吧，这就下台吗？你下来，我给你抄。这么大翻台杆，不就下台吗？我也下钓台。我下来，你上去。找个呢？啊？还有劲儿。哎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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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壮！壮鱼护起来吗？啊？就看看到底是嘴是狗什么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嘴啊？看看，要是嘴就还能是嘴，是嘴，正上面看看，可以钓，可以。
在夜钓的时候呢，往往我们钓一二斤的、三四斤的、四五斤的、五六斤、七八斤啊、十几斤的，同时都在这一个钓点出现的时候，我感觉着还是选软一点的杆。我们出来夜钓是干什么？休闲钓，就是感受这个钓鱼的过程啊，让鱼拉的杆子那种响声，我们在遛鱼那种感觉，浮漂下顿这个信号明显一提杆的那种感受啊，这我认为这才是钓鱼。